坐下，能，坐下，坐，能坐。今天带我们拉克早晨去散步啊，想出去了是不是？坐下，拉克，坐，拉克，坐，坐下。着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玩去喽，这边，走，这边这边，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往前走，快生了，让他多活动活动吧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走，走了，往前走喽，慢点。走走走，前走。拉开的肚子也不小，拉开的肚子。好长时间拉开没有出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走走走，走，走走走，往前走，走。拉克没走几步，你看了吗？都会时不时的看着我。走走走走，慢点啊，走，走喽，走慢点，散步嘛啊，不着急，早晨凉快，走这边，这边这边走，想尿呢尿。往前走，走，这边走这边，走喽，走，走，走了走了，找他去吗？看那眼神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跟着我几乎就是并肩走。拉克最听话了啊！拉克还没吃饭。等遛弯回去，然后再吃。Lucky 的早餐啊 ，Lucky， 吃吧，在这个院里吃啊。拉开今天是算50天了吧，51天了。适当的多活动活动，到生产的时候
就是生的快一些。两个鸡蛋，一盘肉馅儿。还拉开了肚子，估计也跟上次差不多，上次是生了六条。吃完了，最后吃鸡蛋呢，还是先吃肉。咦，鸡蛋还有嚼头啊，干不干？吃完后这肚子更大了，现在是小狗在它肚子里边长得最快的时候，所以说这营养肯定得跟上。省得跑，你那爪子咋不摁着呀？OK 了，吃完了。这一周的时间吧，就想一直让他待在这个院。这个院没有任何的狗，他在那儿跟艾米、艾拉老是干架。艾拉呢，出来之后也不能剧烈的运动。别舔了，已经干净了。他那多干净，比我刷的都干净。行了，活动活动，去玩去吧。肚子。